芊芊，我是世颖。可能阿公也希望你很幸福吧。那当然。今天呢，你要嫁出去啊，那其实大家都为我很高兴，因为就真的是一个很体贴、善解人意的女孩。那希望能够幸福，那一定要幸福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然后跟阿南的婚姻也非常的幸福。讲少年的时阵，你有我讲。倩倩，你终于长大喽，长大到可以结婚的大女孩了。那妈妈高兴这一刻的来到，妈妈也难过这一刻的到来那矛盾的心理是有女儿的母亲才会有的。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幸福的。因为当阿南拿光碟给妈看的时候，妈妈看你们一种出游的快乐的模样哈，还有互动的方式，难怪你会将愿意将你一生托付给阿南。既然是如此，妈妈也认定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妈妈支持你，因为你是那么的乖巧，那么的懂事，那么善解人意的你，那一定会做好为人太太、为人媳妇、为人母的角色。那这是一生中，这是你的一生，你要接受这个挑战哦，你自己要去接受这个挑战。妈祝你一生都快乐哈，祝你一切都快乐喽哈。也期望妈妈，也期望阿南能够用一生来疼你，来照顾你。大丈夫，你大丈夫，不去跟你说。因为你走到那个火车站，好像我看也很满意，所以你也非常喜欢你。你确实还有点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到这个年龄的时候，都是差不多。你还是呢，一定要去交。啊，不要，不能舍不得。那希望你，祝福你，婚姻美满，将来对公公婆婆也尊敬，这是对你自己的一大的福利。不去，不会吃亏。将青春嫁在恁家，你爷为你服务，已经有面子。因为你们婚后两个人，你爷祝你们年年顺利。讲话呢，因为小姑娘们凡事都好了，日子凡什么都顺利。Hello， 小倩，恭喜你啊，要结婚喽，开心吗？恭喜你跟阿南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们曾经走过很多的风风雨雨啊，彼此也相互扶持。结婚后要比现在更幸福100倍哦！如果遇到不愉快啊，别忘了哦，还有个我当你的垃圾桶哦，要幸福哦！恭喜你要结婚了，祝你跟阿南以后能够永浴爱河，永结同心，而且最后每天都一定要幸福哦！很高兴啊，看到你结婚啊，终于嫁出去啊！那我希望你们在大家见证下可以百年好合啊，永浴爱河啊！那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最重要要早生贵子。恭喜你，你要结婚咯，那你要早生贵子啊。然后那个结婚很甜甜蜜蜜，长长久久。跟阿南结婚啊，真的很高兴啊，因为毕竟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，其实你在店里面上班也有一段时间啊。那阿南娶了你，我也觉得很幸福，因为我相信你婚后是一个贤妻良母。那希望你们结婚之后早点生小孩，然后。当妈妈的感觉真的很好，是这样子啊。恭喜那个阿南、小倩，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人家说那个哈，单顾刘喜力也没有错哈，这个我有相同的感受，就是恭喜那个阿南，真的是娶到美人归哈，那小倩真的是个美人哈，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啦，今天就那个跟我儿子哈，祝那个阿南跟小倩永浴爱河，然后比翼双飞，然后啊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祝他们百年好合。然后这次的那个结婚能够顺顺利利、喜气洋洋，然后还可以生漂亮的小宝贝，跟我一样的话。还有阿南，先在这边祝你们新婚愉快，两个人一定要互信互谅，才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小阿姐在这边祝福你们，真的就是希望你们有个积极正面的想法，因为真的这个好的想法就可以代表你们的未来。那男孩子就多让女孩子一点。祝你们早点生小孩，趁年轻赶快早一点生小孩。然后真的也谢谢小倩这几年来帮小花这么多。然后真的我也觉得说你的个性真的很好，那阿南要好好照顾她哦。OK， 来看看这个，来快点，八个月的，来看看，要生一个啊，这么可爱哦。对啊，你看好可爱哦，啊那边看哪边，耶。结婚了哦，然后要幸福哦。那从大学开始看我们两个人这样出双入对啊，一直很甜蜜。能认识是一种缘分啊，一定要珍惜。那以后希望你们都一直能幸福美满。嗨，倩，当你看到这个，应该会觉得很惊讶吧？然后就是阿南还有我们，就是想要大家录一段话，祝福你，就是现在新婚愉快这样。那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应该可以更幸福，然后更美满的。然后希望你们也赶快可以生一个小宝宝，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玩，那就先这样了。恭喜倩，恭喜你要结婚了！没想到你是我们这群姐妹淘里面最早结婚的。不过呢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跟阿南过得很幸福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倩，你要结婚了，好惊讶哦！但是还是很开心，祝福你一定要幸福哦，加油！阿南，你也是，一定要对他很好很好，不然你就糟糕了。我以上姐妹淘的祝福，你们拿到很幸福了。结婚之后要常常找我们这些姐妹淘出去玩哦。虽然我都没有参与到，但是下次我一定会记得的，我一定会参与的。祝你跟阿南早生贵子，恭喜哦！要幸福哦！